张艺兴、金城等人主演的电影《孤注一掷》，讲述一名工程师被卖到东南亚国家后，卷入暴力诈骗组织的故事。该片在上映短短一个月后，就创下台币170亿元的惊人票房。虽然片中从未指出诈骗组织属于哪个国家，但主角等人身穿的服饰印有柬埔寨的高棉纹，这让柬埔寨的政府认为电影是在影射他们，并且污名化了柬埔寨，甚至对国家的形象造成损害。因此，柬埔寨的多个政府部门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其中，柬埔寨文化艺术部的发言人宋曼表示，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，他们认为该片确实对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，而这些国家的旅游业更损失了不少营收来源，因此直接禁播该部电影，也已经要求中方下架处理，以此来维护东南亚国家的声誉。Bye.